电视台社群之夜之人生第一次特别计划，我是主播视网膜。今天的特别计划呢，我要来分享自己第一次在镜头前面露脸的心得。我记得那时候呢，是我跟制作人动眼神经2016年的时候，一起在总统府前面进行了520政党轮替交接大典特别报道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旁边录影，结果刚好有很多我国的大陆灾包旅客呢，他们就一群人在我们附近围观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就想说啊，算了啦，反正等他们走了之后再开始讲话。但他们实在是看太久了，而且当时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炎热，我不想要在太阳底下晒这么久，于是呢，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开始录影，然后就讲出什么我国大陆灾包沦陷60年，还是什么拯救水深火热的大陆灾包等等这样子的语句。结果呢，旁边这几个灾包听到之后就开始窃窃私语，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这两个记者特有趣。然后说我们听到这个灾包讲出这几句话的时候，真的是爆炸尴尬。而且呢，他们还特地来问我们说，那你们是哪一家电视台的呀？然后我们就很正经的回答说央视。他们就，央视是吧？央视这么年轻的记者，很热衷听到你们这谴责台独。然后听完就觉得，好了，他们认错就算了，反正就大家心照不宣。那总之呢，第一次在镜头上面露脸，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。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诡异的开始。其实那时候在录影的当下，我觉得其实并没有想到说，在过了几年之后，现在会变成一个50万订阅的一个频道。其实感觉有点复杂，因为那种东西就是越做越久之后，就会慢慢觉得，然后当你有一次流量50万，有一次100万、100、300万，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说，其实很多时候常看到流量60万、70万，都觉得人好少啊，就也好像有点糟糕，就是胃口自己会被越养越大，所以现在常常会面对什么媒体常会报道说什么，有一个网红上传了一支影片，然后流量60万点击，我们就觉得人也没有很多。那另一个人生第一次呢，是我人生第一次养狗。其实大家都知道神兽柚子是我的柴犬，是我的养的狗，但它其实是我第一只狗。那时候听很多人说啊，第一次养狗不应该要选柴犬来当做入门狗，因为很多人说什么柴犬很机车，很难照顾等等。但是我当时单纯就是因为有朋友在问我要不要领养一只，因为他家的狗生太多，所以呢思考了两个礼拜之后，我就硬着头皮带它到我家来。结果呢，一连串惊悚的事件就开始接连发生，而且时不时可以看到家里呢被这只狗搞到天崩地裂。比如说，它把那个红笔咬开，然后整个手还有嘴巴全部都是红红的，看起来像那个灾难现场，或者是玩那个印章，然后玩到我这个。我回家之后问我，我家怎么会有女生落红？我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照片多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然后就后来发现原来是那是印尼，那就很多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常常会在我回家的时候开门那一刹那看到，哇，有多可怕的事情，世界就在我的眼前。而且很多事情呢，我们在我养狗以前发生，我可能会摔东西或者是破口大骂，但是有了柚子之后，这个世界就变得怎么样都很可爱呢？就回到家之后，哇，沙发坏掉了耶，好可爱啊！咬成这个样子，天啊，电视破了一个洞，好可爱啊！反正就这样的诡异的反应，而且有时候呢，连自己清醒之后都没有办法理解到底刚刚是什么样的反应。反正总之就是很可怕。那其实人生的第一次有很多种，这大概是我觉得印象中最深刻的两种人生第一次，大概就是这个。不过呢，因为我知道底下有很多是年轻的莘莘学子，所以在这边要特别跟所有的莘莘学子们呼吁啊，想要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顺利的话呢，就要远离可能会强害人心的事物。我在这里讲的不是毒品，也不是网咖，而是毒品，就是香菜。香菜就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植物，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触碰，那个碰了一下，那一生不得了，全都毁了。所以千万呢，不要像某自由地区的蔡姓总统一样，平常的在 D8 上面发文就算了，他居然还像懵懵懂懂的外国人推销香菜这种毒品，身为一国之尊还不明事理，会把整个国家推往危险的境地，这非常不可取。我是视网膜，祝福大家今天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我们再会。好，感谢视网膜，难怪今天不敢来啊。